告诉你，有些事情是我们不能做的。老李，早啊。市长，早上好。我说过多少次了，是代理市长，那是早晚的事儿啊。您这业绩啊，全市干部职工那是有目共睹啊。上一次我跟您说那个事儿怎么样？小李秘书没跟你说过吗？没有。不行啊，不符合组织的规矩。我劝你啊，这种事儿以后就别管了啊。没办法呀，你说我那个老姐姐吧，就这么一个宝贝女儿，我是不管不行了。你这个当舅舅的，你应该好好教育他，要靠自己的能力吃饭，别靠关系。就这样吧。算了，麻烦你了，我走了。市长，啊，小李啊，早餐，谢谢啊。这些文件我已经批好了，一会儿交给办公厅打印下发。哦，工商局的赵局长和税务局的王局长，他们上午9点准时到，10点省政协的考察团到达城市宾馆，您需要出席一下见面会。好，好的，我知道。怎么了你？不说话呢？昨天晚上看完录像，一夜都没睡好。贪污扶贫资金。残杀举报人，这种败类不出，我法何在？爸，你可得小心他们报复你。我才不怕呢。你爸我是从枪林弹雨中走过来的，应该是他们怕我才对。不用担心了，啊。对了，妈妈最近有可能过来看我了。真的？嗯。你们两个能不能待到一个城市？总是两地分居。你想过妈的感受吗？丫头。哎，干什么你？啊？怎么回事你？啊？怎么回事你？抢什么呀？前面又没有金山。市长，星河大桥刚刚坍塌。谁建的？高建成。
来吧！大哥，大哥，急事儿！大哥，我扫兴！哎，什么？出大事了！你说什么？大桥塌了！这是去年五一新开通的新河大桥，于今天上午突然坍塌。据初步调查，已有五人死亡，十二人受伤，多辆汽车坠入桥下。省委书记吴振声和代理市长刘玉良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紧急指挥，并组成事故调查小组。孙畜生！你干什么？你给我一个交代！交代个屁！老子脑袋都快掉了！你站住！站住！今天的会议就有一个主题，成立新河大桥专案组，组长由我们省纪检委大案要案室主任袁崇担任，副组长由抽调的市公安局副局长朱惠民和市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顾全忠担任。新河大桥坍塌的事件是一个重大事故，惊动了中央。现在大桥的技术分析数据已经出来了，根本就不是车辆超载造成的，而是典型的豆腐渣工程。这个工程是谁做的？是谁验收合格的？这座大桥没有金钱开道，会有今天这个结果吗？省委指示，要查，要彻查。专案组下设了四个小组：张瑜负责综合组，李征峰负责调查组，张雅负责审计组，齐文胜负责安全保障组。这个案件的突破口就是建筑商高建成。高建成，1972年生。长平市龙岗镇人，小学文化，年轻的时候经常参与斗殴，是少管所的常客。上世纪80年代全国严打时期，因组织黑社会团伙被判入狱20年，因为在狱中表现出色，2001年被提前释放。出狱以后开始承包工程项目，迅速发家。据说，这个人关系网很大。人控制住没有？他的三部手机，都完全没有人接听。万一让他逃掉了，这个案件，很难继续查下去。说吧，啊，好，你去看一下。知道了，你们继续在大厦外围蹲守，一旦嫌疑人出现，马上把他们控制起来。朱局，有事吗？刚才建成大厦突然来了很多人，另外大楼里的灯光陆续的都亮了起来，情况比较特殊。他们已经准备消灭证据。梁书记，我正式请求，马上行动。好。那我这就回院里办搜查证。我马上回局里安排警力。等等，检察院和公安部门要大力配合，一定严格按程序办事。是是是。好，朱局、老袁，那我先走，咱们一会儿会合啊。好，回头见。好。老袁呢、啊、我没回来之前你们千万不要行动，高建成的手下那都是亡命徒，这次我不会让他从鼻子底下溜走。还有，他们家也有布控，双管齐下。好吧。我想等不及了，马上行动。
站住！你们是干什么的？纪检委要暗示的。纪检委？听说过公安局、税务局、交通局、纪检委，你们听说过吗？没有。你们是这儿的工作人员吗？你们管也太宽了吧？你们管着吗？不是的话，请你们让开，我们要进去。哎，你以为这是你们家吗？想进来就进来，马上给我出去！如果再往里走的话，我就不客气了。算什么呢你？干啥呀？别动！别动！放手！放手！都放手！怎么回事？啊？怎么这么乱呢？这谁呀？这是？哟，这不是豹子吗？我说你小子刚放出几天，又痒了？你小子熬到头了！把他们都带出去，带走。市长，现在我想耽误您点时间做个汇报。楚生同志，这个事故是我市史无前例的，你作为交通局的局长要负责任。汇报是必须的，但不是现在，你现在应该去医院面对那些无辜伤亡人员家属，做好善后工作。我还要去省委汇报工作，好好反思，且行且珍惜。得手，明白，我马上撤。撤。老袁，屋里搜过了，没人。引擎盖还是热的，不像他们刚走而已。马上通知交管部门，封锁所有的交通要道。好，开始布控，咱们分头行动。行。
别动。纪检委，有这么了解情况的吗？封我的账，查我的人，这不就是针对我这个局长？你们的程序合法，是领导知道吗？我们所做的每一个环节，都是符合纪检工作的。封账谈话，也正是为了对新河大桥这次事故做出慎重的调查。至于你个人，如果有问题的话，我们还是会调查的。不就是一块表吗？现在的网络简直就是他妈的黑社会，动不动就人肉，动不动就曝光，为所欲为，毫无底线。老子告诉他们啊，一块表算个屁呀、啊，何况还是这假表。现在没了啊？还说什么啊？他们怎么不说这我为工作几天几夜不合眼啊？他们怎么不说这去年我累得昏倒的工作一线的事儿啊？他们怎么不说这修建长青高速时我三个加班不入？记者，言及者为记，什么意思啊？就是随便说自己想出的那些事儿，为了吸引公众眼球，整天就知道天马行空，胡说八道。孙局长，你失态了。我今天来是代表组织跟你谈话，请你端正态度。怎么的？这就是你们纪检委所谓的约谈喝茶呀？我看你还是把我说过了算了。我们在谈话，请你出去。年轻人，我也是一个上过战场、杀过敌人的老兵，别跟我来这套。请你出去。谁让你进来的？我在跟袁主任谈工作，赶紧出去。没规矩。至于双不双规，不是你我说的算，还是等调查结束，我们再说吧。孙楚生的老婆和孩子都已在加拿大定居，是典型的裸官。去年曾经有几位交通局的退休老干部联名举报他，由于证据不足，也就不了了之了。好像有人打过招呼。孙楚生这个人，工作能力还是有的。他在县里当书记时，我印象很深。他能把全省经济最落后县发展成全国旅游名镇，还是有点本事。人都是变化的，环境变了，岗位变了，也许还是那句话，与国家利益、人民利益背道而驰者，严惩不贷。哎，你还敢打电话？出长平了没有？各个路口吧都堵死了，再等等吧。赶紧走，滚远点！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你自己拿多少，你自己心里没数吗？不是，你现在跟我说话还这么硬气？我告诉你啊，你赶快想办法把我弄走，否则我就去自首去了。好，我想办法。你老实待着，别出去乱跑。快点！废。包地方。金库钥匙啊？金库算个屁！老子的救命仙丹在里面。替我报告，到时候会告诉你的。对我真好。孙楚生，你个王八蛋，你就是一个畜生！你以为我是你说甩就能甩的吗？去死吧，去死吧！啊，对了，明天不用接我。好的，我骑车子上班。叔叔。哎，这么晚才回来呀、啊？阿姨还没睡呢。嗯。
大勇啊，怎么我还没睡啊？爸，您不也没休息吗？妈妈怎么样？妈妈睡了，家里一切都很好。你学习怎么样？哦，雅思成绩出来了，8分。真的？好孩子，你真棒。爸，同学好多都出国了，我能不能也出去呢？你现在的学校是国内一流的，我觉得没这个必要吧。再说了，你爸爸现在是代理市长，组织正在考察你爸爸，我不想别人说三道四。我靠本事又没靠你，有什么可说三道四的？人言可畏呀，你不懂。啊，早点休息吧，啊。我希望尽快让所有农民富起来。代市长刘玉良同志带队视察了新开河农业示范基地。市长啊，这是咱们新引进的四季豆角这种品种，您看这长势可以啊。我们市政府会大力支持你们的。两个守在这儿，来走。啊！娘！死者颈部勒痕十分明显，属于窒息性休克死亡。案发现场足迹非常紊乱，凶手毫无顾忌。另外，我们在现场发现了大量的钞票和珠宝，这应该是高建成用于逃跑的资金。可奇怪的是，凶手没有把它拿走。为什么不拿走这百万现金呢？有没有可能是因为当时太匆忙，所以他忘了拿？一个手提箱拎着就走，不太可能。我看不是，我觉得他们这是在明确地告诉我们，告诉警方，他们就是要杀人灭口，告诉那些正在调查他们的人，马上停止，否则的话，就是这样的下场。整顿不是动粗，尤其是我们城市的管理员，要讲究工作方法，一定要从为人民服务这个根本点出发。同时，我们还要大度地接受媒体、社会、舆论的监督监管。玉良市长的指示很重要，我们会继续狠抓队伍建设，避免再出现暴力执法事件。但是现在的网络确实也不大像话，简直把我们城管两个字给妖魔化了嘛！不明就里的老百姓也跟着起哄，其实哪知道我们的实际难处。这点上我跟邱局长有同感。相关部门就是要好好整顿一下现在的网络问题。我带了块表，我的同事都知道，那是我老婆几年前在洋货市场上给我买的假货呀，假表。
假表你带他干什么？现在不是真表假表的问题，也不是城管部门严不严，更不是媒体曝不曝光的问题。现在的问题是新河大桥塌了，那个花两亿纳税人辛苦血汗钱修建的大桥塌了，你自诩为最漂亮能经得起百年风雨的大桥塌了，现在我们市政府在全市市民面前的威信也塌了，你以为你是谁？你承担得起吗？据公司啊，活在过去的功劳簿上，你以为搞好一个县你就永远是一个好干部了吗？我告诉你，我们为官的要发上等院，结中等员，享下等福，则高处立，寻平处住，向宽处行。你看你一身打扮，哪一件不是名牌？出门好车接送，进门富丽堂皇，你想自毁前程。出了这么大的事故，我有一定责任。当初这个高建成也是通过正式招投标程序拿到工程的，现在倒人还死了。玉良市长，您消消气儿吧。关于大桥的事故正在调查之中，这件事也不仅牵扯到楚生他们一个单位嘛。对不起大家，我有些激动。孙局请，孙局请来，一起聚聚。嗯，今儿到底什么局啊？这个大师算得非常准的啦。你的这位朋友是官，而且官居要务，不是凡人。朋友，把手给我。大师啊，您这是要看手相的啦。这位尊贵的朋友，仕途上你还要上两个台阶。两个台阶？那不就是部级干部了吗？你当满当满。今天高兴啊，天助我也啊，大家尽兴，我买单啊。干，这首吻别献给我远道而来的大哥。大哥好，不要打草惊蛇，让他自己跳出来。孙楚生染指多个项目，所有公开招标全都是个幌子，甚至他在香港专门注册了一个空壳公司用来围标，审计结果显示漏洞百出，涉及的金额小金库将近千万。他走得太远了。所有的证据我们还在调查中，您看怎么做？继续调查，让他再表演两天。妈，来这儿。小柯，我妈看看你。嗯，你爸呢？爸正在办个大案子，天天开会。这不我来接您来了吗？你爸那是无药可救了。好，咱们不管他，咱们回家，妈妈给你做好吃的。好啊，走。苏英，不好意思啊，今天单位有个很重要的会议要开，所以来不及去接你。我都习惯了，你本来也没接过我几次啊。生我的气啊。嗯，老袁，小何现在已经长大了，我想把他接到我那儿去。好啊，反正都跟着你，到哪儿我都放心。老袁，你知道我这次回来的目的吗？想我了？当然想，我们是夫妻俩。
10年了。你有把我们当做过夫妻吗？我们离婚吧。要的你都给我了吗？都给了，怎么的？我要他滚，我要他去，你去死吧！打打打打打打！我扔掉了，打出狗脑袋来，打呀！你会比我死得更惨。经决定，对孙楚生立刻展开正式的调查，对证人石文锦马上实施保护，以防意外。马上行动。是。开门。
儿子已经出国了，是他自己考上的。有出息，真的有出息。儿子说，他非常非常的想你，只是不敢来面对你。我没怪他，我没怪他，我真的，真的好想他。都怪我，怪我身体不争气。如果我能好好的照顾你，好好的陪你，你就不会这样了。梅月，是我对不起你，我更对不起孩子。你说他那么多干什么呀？就是为了这副手铐。如果现在呢，给我每一天的清晨，让我扫扫这个城市的街道，是多么幸福！可以在你身边陪着你，一起看着孩子长大，是多么的幸福！这枚戒指，我会好好的保留。对不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2条、第385条、第386条、第55条第一款、第57条第一款、第69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刘玉良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二、被告人吴卫国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宣判完毕。把被告人刘玉良、吴卫国押回羁押地。爸妈，快一点！爸妈，你看我们的城市多漂亮啊！是啊，是很漂亮。素英，还走吗？我决定留下来陪你们。坚守梦想。我相信有信仰就有力量。
胆子咬紧牙，泪也昂扬，继续走，生命里守卫梦想。我相信风雨后雷电藏，苍穹与大地将共辉煌。我相信有信仰就有力量，梦想与现实将共绽放。我相信风雨后雷电长，苍穹与大地将共辉煌。我相信有信仰就有力量。